大海星，这是我拍海星的今天的第三个视频，第一个视频吃了一个半，第二个视频吃了一个半，第三个视频还剩这个，一共是六个海星，第一个视频内存不足删了，第二个视频没有声音，这是第三个视频，还好它这海星多，看看去，怎么黄老多了，这不是黄，它的肉吧？ 还好我能吃，上个视频不是上个视频就是没开麦，拍的挺好，没开麦，麦都插着，但是没开，这个麦得需要打开开关，要不就没有声音，都插上带上了，哎呀，结果没开麦，这是不是很嘚儿的一件事？真他妈嘚儿！ 哎，逼我说脏话了。这个海鲜哈，肥是肥，但是就贼有海鲜味儿，就是唯一的是什么？不知道它为什么它苦，有点苦，但是真鲜，老鲜了。就给你们尝个鲜就完事儿了。剩这两个半，我得留给我小侄女一个，我儿一个。 但是便宜，我在网上买的，二十几块钱，一共一斤应该是六个，里面有才二十几块钱，可以买个尝尝鲜儿，挺鲜的，就是稍微有点苦。